你怎么了？马叔，天哪，你又在偷吃糖。我牙齿好痛啊。你牙齿上全是蛀牙。全是蛀牙，那我该怎么办呀？你应该去看医生。医生，我不要，我不要。 No 医生，我不去。来来来，那小朋友快过来。医生，我的牙齿好痛啊。快张开嘴巴，我看看。哇，真的不疼了耶。给拿好牙刷和牙膏，回去啊少吃糖果，勤刷牙。知道了，谢谢你医生，拜拜。拜拜。你们也是啊。月，我们一起出去玩吧。马叔，我的眼睛怎么看不清了？月，哎呀，月，你看 iPad 看太久了，我带你去看医生吧。嗯，慢点。哎，那位小朋友，快过来。医生。我的眼睛看不清楚了。快别揉眼睛了，来先测一下视力吧。完全看不清楚呀。戴眼镜试试吧。医生你好搞笑啊。走，戴这副试试吧。啊，好晕啊！哎，医生，你怎么一直在动啊？哎，不行不行，这副应该没问题了。哇，这下看得好清楚呀！谢谢你，医生。月儿，不要跳，很危险的。没事的。我的腿啊！月儿，你没事吧？马叔，我的腿好痛啊！我都说了不要跳，很危险的，你就是不听。走，我带你看医生去。那好吧。拜拜。小朋友，怎么又是你啊？医生，我这次是腿受伤了。好疼。来，那我帮你检查一下吧。天哪，你的腿骨折了。我来帮你。OK。好像真的没那么疼了，谢谢你医生。哎呀，马叔马叔，你是不是生病了？我带你去看医生。月儿，我没事，不用去。快走。走来。这位小朋友，你哪里不舒服呀？医生，我昨晚着凉了，现在浑身发冷呢。我帮你检查一下哦。Sorry。小朋友，你这只是轻微的感冒，要多吃水果和蔬菜，这样才可以增强免疫力。而且呀，一定要好好锻炼身体哦。医生，我知道了。稍等一下。来，把药吃了。医生，喝了这个药就会好吗？当然了，生病呢，一定要记得乖乖吃药，快喝了吧。好的。
医生，我真的感觉好多了。哇哦！朋友们，如果身体不舒服的话，一定要记得乖乖去看医生哦。没错没错，那我们下次再一起玩吧，拜拜。玩具盒里好多惊喜。